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兵传教士。今天要传什么教？你看，老师叫我来开箱。哦，你看黑桥牌，可能被送单啦。没错、啊。可能讲表现了不好，等下你无管、嗯，可能叫我开始勉强啊。哈哈哈，勉强。我唔得。我唔知即啥物件，可能是安尼吧。哎呦，黑桥牌就烟枪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啥？烟枪的鸡啊，一款。鸡啊，对对对。可能是靠这啊，把我看看嘞，看嘞，看嘞去对吧？哎呦，唔是嘞，唔是联动的嘞。我这下，我嘛唔知影嘞，你莫问我，我即马看甲你看是同齐看的。哇，这啥？这下啊，原来这是蒸汽有没有？高压蒸汽清洗机。啊、哦，我知影啦，即个伊前几日刚讲的啦，即马什么病毒，武汉病毒啊，就是那些几台车爱杀菌，啊，看阮的车全部拢杀菌，贵啊嘛，只爱杀菌，这是咱对车的坚持。来套尾看卖，来，我来套尾。暗在要用啊，不要用嘞，一直买吼，看起来应该嘛无困难啦，吼、哦，哇，即个吸涂骹的，吼、哦，吸涂骹的。又蒸汽，不要是啥呐？都是较好脏一丝，都足功夫的嘞，你看，物件电视都真侪嘞。好呀，啊，这个是头啊。哦，这倒了以后，还装出来。哇，装蒸汽的。啊，这是折杆嘛？要折杆长的。哎。哦，折杆长的那较慢断，安尼落，哇，安尼落。好，看到上面。别下屋哦，能叫说明书哪款啊？而且，我这很快的呀，还开关。啊，对，这是清洁剂。对啊，清洁剂啊，应该是无困难啊，就是开关的呀。好，这要吹起来较垃圾的，变化嘛呀。哦。有啊。我他妈的病毒，真的哦，才侪的哦。武汉病毒啊。你好像也爱歧视中国大陆，我不是歧视啦，这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安尼嘛。啊，你啊日本老爷，那我歧视日本，对哇？啊，德国嘛整齐啊，德国对对，比赛嘛，那是一个也名称，我不歧视。对，我刚看到脸书，你知道？嗯，就是两对年轻两派人马。嗯，你混哪里的？我东兴的。另外一个，我从武汉回来的，我东京的照啊，对吧？嘿嘿嘿，武汉听到叫做怕呀。哦、啊，那这是什么？我唔知啊咧，我以为是烤肉架咧吼。现、嗯、在烤肉架那种，这个天气这么寒，就来烘一下烟肠也袂歹。看起来拢同款咧。这是啥？看了说明书好啊了。他都把工资本拿回来了，就本机就造出来了。啊，这一幕呢？好，好，这我都看有啊，有啊。嗯。A B C D 我看有，合作会我都看无意思啊。啊，这么啊。不要紧，接下来讲来。我这个较大组嘞，啊，我知啊。伊这爱倒落有水，水喷落去，伊会较竖起来。安尼，光来，咱先甲一个倒出来吼。光啊！对，一个光。这有像迄饭店迄无？无，帮他洗哦，对啊，专门人咧清洁杀菌嘞。清洁地板什么吸水的？对啊。什么职业点装？所以。这是机的啦，这是机的，就是安尼输的，就是我咧输，啊，这到在水里看下输起安尼，好、嗯、啊，这边可以喷水，就是把它弄湿这样啊。这台是哦，这台是蒸汽，这台是蒸汽的啊，这台吸尘器啦，这台吸尘吸水的吧？对啊，不能淡啊，给输起来，好、哦、就可以这样两用的。来，赶快来找一台比较脏的，吸车子里面的。现在只要进来的车，我们就要靠这一台把它处理过去，不管是天棚、顶棚，好、哦、顶棚要处理、嗯、车。椅子、地毯都全部要用杀菌，所以以后我们的买车都是最高规格哦。对，最高规格五星级，哎，五星级，五星级，哎，五星级，还是五星级，五星级啦，五星级啦，就是都还处理较好，都没烦恼、啊。买回去开车就不用戴口罩，嗯、可是你载人就要了啦。这也是啊，它是可能是中间这样接的了，把手这样子。把手。哦，对了，水箱来处理啊。这个买变态山的，要买好啊，哎，买好，咱买出买车，咱再来用。我这里开关了，你啊。就喷水可以，类似刚刚讲的，喷水啊，一边喷吃，把它吸起来这样。啊，这是吸什么的？我有两种啊，
湿湿有两种，我这个头有两种啊，已经把几能用啊？嗯，没有啊，喷。一个是这样啊，那就这样吸起来，像是咖啡啊，还是什么奶茶、啊、这样啊，这样就可以这样吸。它是接的，一边是空气，一边是水。水管。对。过来就是吹车。昨天那里加热中嘛？对，预热。我们是 Q 牛呀 ，Q 牛啊 ，Q 牛的组装买。唔是啊，对啊 ，Q 牛啊，柴油唔多钱，差不多意思。哎，再买 Q 牛的灯泡，预热的灯泡啊。啊，也过来的，存那个照雾机，赶快的，还是哦，方向的，还是照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没有方向剂，没有方向剂，哎，冒烟的，不用插九分间了。哎，水都吸进去了呢。再加吗？哎，没再够加嘞。对啊，水不是掉下来了？对啊，刚刚蛮高的。降落呀。但是有去盖过点流。没有啊，里面有水箱会吸进去。好，然后叫我刚现切起，有没有？哦 ，Max 啊 ，Max。哎，上久了吧？一分钟超过了吧？应该较久了，应该少。你手抓着，痛啊！来抓着啦，我来讲嘛。啊，你试，用你手来试啊。没事。试看卖啊！诶，有啊嘞。我爽。有啊。就是这样，来来。好。哦，青烟。然后咧抓一抓。小我淡淡啊，所以到时要修处理，所以两台配合。啊，这吼有一个好处啦，我感觉还不错，就是安尼过。总无吼。嗯。脏污，脏污去的脏污，好不好的就另当别论。确实高温可以杀菌。嗯。对。真的。对啊，总无杀菌啊，你看。没白剩嘞，嗯，有没有？好，假设这个啊，就可以抓过去，别抓鬼，随身器嘛，所以有罪嘛，嗯，哇，等车啊，不然这里啊，等在这里或天棚、顶棚，这个都可以用，对啊，哇，顶棚，不然先往上用啊，还蛮厉害的，哇塞，哇，这拢会塞啊，这全部拢会塞啊。觉得啊，这礼拜嘞，上个礼拜呢，我教你，天气刮天啊，嗯，还不错，因为他睇下路辛苦，几路辛苦，行起来足烧的，哎，较袂遐寒，风情咧吹啊，风凉凉的，对吧？哇，太差。无啊，你那个刚消完毒又用，我这包嘛消毒了。我外在性消毒啊！哎，奥西莫里，哎，先生，你的奥西莫里热毛巾，来哦，好，使用了。哇，预防武汉肺炎，哎，用过了啊，都免惊啊，不管是武汉，连肠病毒都不用怕了。嗯，对，都可以预防了，高温杀菌。尤其是地毯，我就觉得地毯还蛮需要的。但是足水的呢，有啊，足水。所以有头甲袂遐水个，我来提头。无你只好，我先来看远嘞，好嘞未？咱头就是一片一片哇，七七的安尼啊。这个是我感觉好处就是吼，洗清洁了，较靠一个都熏一熏。就是安尼。哇，普通个整台车吸进去，那就是要插住。这次刚刚礼拜外头，他在家内嘛，没有，他在插里边，准确的，他拖回家，拖回家走了个地呀。没有。哦，安尼可能看无遐水哦。嘛是讲过啊，是最最。我都讲话一样，类似做内向啊。有啊，但是干我刚刚安尼讲保水呢，感觉好烧，那边烧就只有水点无。不是等等啊，没有，那温度都是固定的啊。这就是美容做好了啊，这个高温杀菌是不是啊？好来啊，这个一样，高温杀菌。哇啊，全部都擦过。嗯。没有，那个没烦恼啊。雨刷。哎呀，哇。雨刷。刚刚手的起的所在。
所有的按键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一件消毒，对吧？尤其音响，音响也要音响，打上的打上的机诶，啊，几个车就是拢爱用过，嗯，那就 OK 了。啊，注意刚才照一次，其实还好一点点啊，等一下就是擦干，所以为什么要布就是把它擦干，嗯。这是什么粉末？哇塞，清洁柠檬酸的吗？柠檬酸之类的吧。还要加多少？赶快加加这水洗。你把水洗完了？鬼洗的，水洗师，你有穿过？脚都快洗。啊，我穿过。别，我穿过。你在高中的时候，去西门店做水洗师。哎，对。我都快夹，别。啊啦，我是免啦，因为我遮大只。你啊！别，安尼，那安尼用咩黄标啦？嗯。哦，就放咧哦。有吗？我来讲咧。哦，这应该是类似柠檬砖之类的。我这这嘛爱咧，你看这啊，连气出很好。哦。叫拢杀菌啊，内底无杀菌，这抓出来病毒都飞出来。哇，地毯。地毯也很重要。有啊，有淡淡的香味啊。地板哇，看这灰料，来过修哎，嗯，有啊，我修过啊，哎，真的是淡淡柠檬的香味啊，嗯有，哦，闻了之后我觉得肺都被杀菌，好的呀，安全带也要，我拿出来，拖出来，哎，拢个拖出来，全部拢揪出来，好，阿开始杀到这里。破坏杀菌，破坏杀菌，破坏杀菌，杀菌，杀菌，够。嘿，假牙清洁定啊！假牙清洁定，你有无吹气啊？你假牙，对吼，无吹气拢免牙，你看。无吹气唔爱假牙，我无吹气假牙。对啊，有吹气的假牙，好好假牙。我准备到南部弄假牙啊。接着就会炒了。好，这里就成功一半。这个倒落吼，啊水也加落倒啊。好，切菜，切菜，切菜拖啊，无电锯拖我一下。一样啊，它有上线啊，这边都上线。拿这台来试验一下，哇，紧张。我们先当吸尘器先用吧。哦，来，阿尼刚快点，来哦。也蛮简单的，稍微就干净了。阿尼，你看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吸尘器吸效果有限，啊，不要来了啊。角度的关系。坏处，像比如像夹转角的地方，你不要骗他嘞，还有人家拍摄的问题，这个看不到。好，其实它平面的是最好用。你看这样吸过来，是吧？这里跟这里，对吧？哎，画出来吗？是吧？啊，一样啊，一样这里。啊，假设你看这里用吸尘器吸，有没有？还有吸出一段起来。对，吸出起来，其实你就这样。下去一起，有没有？嗯，一起掉。压成咖啡才会有那种很脏很脏，其实这个长期都是被地毯压着，它不会很脏，好，不然会脏的地方可能就是像这个碰得到的地方，这个会比较脏，好啊，因为我们拍摄的关系，不然这里是来吸比较有感觉的，有吗？可是我们买的车还算都算干净的。再继续，这应该也还好啊。哦，吸了起来。对啊。哦，吸就是这样，它就水下去是这样。哎呀，你看喽，它是靠后面，你看喽。
全部弄完干净之后啊，高压杀菌也要从整车又杀了一次，这样就完美了，整套做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看是很干净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今天去过呀，那地瓜妈那里有好不？哇！接点就是它会比较湿，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吸干净嘛，除湿啊，然后那边加上那种除湿啊。泡泡一卡黑东西，哦哎，怎么样？一卡锁啊，我那锁拢吸袂起来。真的。好，沙子都可以都吸出来了。对啊。就是真的有用。有。嗯，对外，哎呀那。科比出场啊！噔噔噔。好，今天就分享。这个高压杀菌跟那个吸尘器，好在吸的时候脏污啊，好，以后我们这边小时汽车交车的时候，这多了这道程序，好，也不仅仅说武汉病毒这个的开始这个传染，以后比如说交车，我们都会做，好，顾及到个人的卫生，好安全，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跟我们买车就多了一个保障。你看多好，你看这样子，分场也要，多赞了，好，通通的，对吧？这个还是有那个还不错了，我觉得这个用起来。第一，我们车子哈程序也是一样啦，美容做完之后，好，到时候一样再做一道，多做一道，好，就是多一道，有没有啦？就是也比较安全，也比较干净，比较卫生的，对，也没有比较。有些人对的异味啊，这个都可以去除掉，也不错。好啊，再来就是湿了没关系，发动我们都会除湿，所以不用担心怎么发霉的问题。对啊，好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哦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拜拜。每天早上来上班，每个人我都要先喷过一次，先喷过一次，对，先杀菌，先净身。我们清得很干净，结果本身是病毒，我们赶快污染的，对，我们哪都要先喷，污染的，哎，人都要先喷。我们就换包，包换一百条，你知道？先讲者，不然你讲我用单一条好不好？哎，我包换，包去洗哦，包换杀菌，哎，包换杀菌，直接包换杀菌。